乔氏台球桌，央视中式八球国际大师赛指定用台，全国2000家高端台球俱乐部的选择。乔氏台球桌，大家好，我喜欢乔氏中式八球领导者。提问一号台，裁判员武林祥，记录裁判员王一丹，运动员杨帆、郑宇博。下面比赛开始。郑宇博你好，杨帆你好。双方选手争夺开局选择权，听我口令，预备，三、二、一，开始。杨帆获得开局选择权。观众朋友们，上午好！您现在收看的是《积商财富》乔氏杯 V Masters 2014中式八球大师赛分站赛，河北石家庄站。刚才画的那个十字的终点。在今天的第一个时段，应该是不出大家所料的啊，安排了杨帆对阵郑宇博的直播。比赛开始。从今天开始，杨帆开球。16-8以及往后的单败淘汰赛。先来看一下杨帆的冲球，十号球中带。15也有下啊，左下角可以传，应该说没什么难点，关键是传这一下。传这一下本身要注意一下14。13号球地带，8号球地带。第一局郑宇博胜，比分1-0。迅速的接清。第二局郑宇博开球。截止到这一站之前，两个人排名分别是第一第二啊，杨帆领先郑宇博5000多分。积分是冠军得6000分，亚军是4800。
并列季军是3800，5到8名是2300，9到16名是1700。也就是说，这一战过后，杨帆肯定能保住自己第一的位置。跳球地带也不能够直接先叫到二号，没关系。留得非常严谨啊。这算比较严重的失误了。这场比赛之前，杨帆是轻松的2胜晋级的，郑宇博是中间10-13啊，输给了强势回归的王岩，在败部中死里逃生，才进入了16强。右下角那个地方要想挤进的话，感觉好像一次借有点不太够。看来杨帆也认为不够借啊。先防一杆，现在12倒是有界，先上去看看。10号球地带。杨帆带了一个颜色很张扬的一个手套啊，有火的这个图案，还是很有型的啊。12号球地带。9号球底带。这球观众请把手机调成关机或静音，尽量选择单下或者是薄界啊，是因为怕5号影响白球下来交到这个传球。8号球底带。第二局杨帆胜，比分1-1。杨帆还郑宇博一个接清，但是这个接清不是开球之后直接接的。第3局杨帆开球。
杨帆今年成绩好，跟他这几站冲球也有关系，所以非常的在意，而且是面对郑宇博，基本上冲球不进，机会又好，这一局就丢了。那这局还说不好啊。十号可以用中带去 K 啊，交到十二号，左下角底带这边来过渡。啊，先看现在这个位置也可以直接去 K。十四要是有下的话，尽量留住十一啊，然后这个时候再去 K 十，十四号球地带比较好，啊，直接右下角是有下的。这样看效果也不错啊，角度刚刚好，可以这样。八号球地带，第三局郑宇博胜，比分2-1。继续清台啊！刚才处理十号的时候，郑宇博非常耐心啊，并没有急于直接去 K， 而是把右下角那边障碍解决了一下，然后十四的角度刚好是够低杆，K 到十号球的下边啊，其实 K 到十号球上边下边本身不是什么特别重要的问题，关键是角度要刚刚好，薄厚要刚刚好，如果刚才十号球比较十四啊稍微直一些，留住中带，把十号往右下角 K，同时叫到十和当时的八号附近的十二啊，也是可以的。第四局，郑宇博开球。七角八没有难度球。
多推一点，两颗球的角度都会好点啊。这位置打七号啊，上去好几颗啊。可以轻推六啊，五勉强留住三，那六还是要推一库的。要调分离角的话，可以打跳起来那种，啊，还够还够。包球底带。如果感觉可能会撞到球的话，用包后，啊，反赛，打跳一点，这些方法都可以调整分离。第四局郑宇博胜，比分3-1，开球清台。乔氏台球桌，央视中式八球国际大师赛指定用台，全国2000家高端台球俱乐部的选择。乔氏台球桌，大家好，我喜欢乔氏中式八球领导者。郑宇博，第五局，杨帆开球。上一局出现一些问题，原计划被打破之后，六叫三啊，确实是更合理。这个势头不太好。这个角度啊还好啊，都有球可以接，上去了有9，下来有10。包球底带，第五局郑宇博胜，比分4-1。也小复杂的局面啊，就被郑宇博轻松化解了。杨帆的冲球必须马上改进，在上一站，他和王鹏啊打的决赛，王鹏在半决赛里边冲球就不好，而且这个状态一直延续到了决赛。
而当时杨帆的冲球状态正好是手热，两个人一下就拉开了。第六局，郑宇博开球。有下球。心里有数啊，凶多吉少。要说难点就是八号了，哪怕是右下角这边都是被挡上的。郑宇博量的那个位置啊，也许是想打六的时候，延时，直接一杆一库处理开八啊，七号直接就接上了，但这一杆要叫到六的时候要细啊，也许中间会改变主意，先看。目前来看进行的顺利。这杆就要仔细看好角度了。角度留的不理想啊，他本意可能是推七拿六啊去 K。下来再说。看看八要是能单下啊，这一杆就不 K 了。稍微走小可以叫翻带，借八进中带的话，右下角有球啊，最好不这么打啊，再考虑吗？还是翻带，八号球中带。第六局，郑宇博胜，比分5-1，开局先台。继续先台。我来了。第七局，杨帆开球。刘德华有一首歌啊，有点符合现在杨帆的心情。
没事啊，冲带可以打。七没有，不用勉强，可以进。五号球中带。叫，看现在角度，有点向上啊，还比较多，啊，疑似可以一起叫。十一和八之间钻出来，八号球中弹，第七局郑宇博胜，比分6-1。第八局，郑宇博开球。杨帆会不会已经无奈的没有什么表情了呢？目前为止，双方只有一局有过一杆的中盘的较量，其他的全是青台。但是由于冲球的差异啊，现在郑宇博是全面压制。这样手感的低杆，真是好啊，没话说。啊，叫底带就可以了。追求完美啊。角度大，横一库，角度够小，直接留。八号球中带，第八局郑宇博胜，比分7-1，开球清台，公共暂停5分钟。再回来。